大家好，是啊，我是 Phoebe 啊，今天呢是由輪到我啦，來介紹大家呢就八十日茶遊世界。那我今天呢要介紹的呢就是一套 Feeling Kit， 是啦。咁我諗大家咧開始對依個 feeling kit 開始越嚟越熟悉啦，因為其實我都咧由今年年頭開始咧都成日開始就講依一個 feeling kit 啦，又同 Maggie 講嗰個 life 啦，亦都做過好多啲情緒管理啊，用 feeling kit 去做情緒管理嘅一啲班啦、講座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想親自介紹翻依一套 feeling kit 啦。好，咁咧。入面有啲乜嘢精油呢？首先咧，嗱，首先，今日我介紹呢套 feeling kit 入面有六支油嘅喎，咁嗰六支油全部都係一個複方嚟嘅。咁複方嚟講咧，就有首先有一支花蘭啦，係咪咁樣啊？係啦，花蘭啦，咁有支 harmony 啦，係咪要逐支 show 俾大家睇噶？嚇，係啦，咁跟住又有 forgiveness 啦 ，forgiveness 係啦。跟住咧，依一支就 release 啦 ，release， 哦，系啦 ，release， 系。跟住依支咧就叫做 present time， 系啦。同埋最後依支咧就係 inner child， 系。好，咁依六支精油咧都係由一啲好正、好寶貴嘅單方去製成啦。咁其實有好多時啊。即係話啊，其實我哋可以用單方，譬如啊，有好多時會話啊，用玫瑰啊都好正啊，用咩都好正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咧，依一套咧係有住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療效。其實因為 Gary 真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全世界最勁嘅芳療師嚟㗎啦。咁所以咧，佢由佢親自陪，由佢親自陪製，即係去調製依一套嘅。feeling kit 的精油我覺得是超級無敵，是正咯。我介紹一下啦。六支復方油裏面其實入面真的很多很多的精油。如果我真的要我講咧，我都可以嘅。嗱，花蘭裏邊就已經有四支單方啦，例如就有 spruce、rosewood、blue tansy 同埋 frankincense。咁好似 blue tansy 依啲咧都真係。是一個很貴的油，乳香就更加貴啦。 Rosewood 這些呢簡直是你自己都買不到的單方的，所以呢就花蘭是很正啦。好啦，至於 Harmony 啦， Harmony 裡面呢是超級超級多單方油，因為裡面有12支的單方在裡面。12支的單方呢是有薰衣草 Lavender， 有 Sandalwood 檀香，依蘭有乳香 frankincense， 有香橙 orange， 有 angelica， 咁有 hibiscus 咯，有 spruce， 有 sage， 有 lavender， 咁跟住有 rosewood， 有 lemon， 有 jasmine， 有 roman chamomile， 依支系争崩头噶啦，全世界美国都缺货嘅 roman chamomile， bergamot 啦， palmarosa 同埋玫瑰。係啦，咁依一支 harmony 咧，再俾個近鏡大家睇一睇啦。依支有12支單方油喺裏邊嘅，所以咧有陣時大家會話：，唉，咁譬如我又想搽乜，又想搽乜嘅時候，其實啊，依支真係可以擺喺手袋，因為咧真係一支已經有12個單方喺裏邊咧，已經做到好多好多嘅功效，亦都平衡。咁依一支其實我應該咧由花蘭開始講翻，依一支係可以提高翻咧，我哋嘅情緒作出一個準備啦，因為佢係可以提升我哋嘅能量嘅，令到我哋嘅體內嘅 frequency 啦，即係個叫做頻率啦，係可以提高翻啦，令到我哋可以提升我哋嘅勇氣啦，提升我哋嘅自信啦，咁令到我哋可以預備我哋準備去處理我哋嗰、那個。情緒的一個 treatment 啦，或者依一個 feeling kit 嘅功效咁樣啦。咁 harmony 我講翻落去啦，咁唔好意思啊，調轉咗少少。咁咧依個 harmony 咧，佢係可以平衡翻和諧你個身體嘅能量嘅中心啦。咁亦都可以促進翻咧你全身咧流動翻，即係係一個我會叫做係真係一個平衡，令到你全身好似五臟六腑都和諧翻。可能之前你係嗰有即係我哋成日都即係
都會話五行啦，即係或者係要平衡啦，咁係會幫助你喺裏邊咧，係大家都運行得比較和諧一啲。咁所以咧，佢係會亦都可以幫你舒緩壓力嘅，咁亦都會俾你提升一種幸福嘅感覺啦。咁點樣樣做嘅咧？咁其實我頭先Wala咧，我哋一開始咧，我哋就可能會用幾滴擺喺掌心度，咁可能咧就擺喺個膊頭度，咁你可以等一等，停一停，令到你深呼吸，令到你平衡翻你自己嘅頻率啦，提高翻你嘅能量啦。咁亦都可以擺喺腳板底嘅，腳板底咧就係腳著板底嘅腳掌心。咁你可以搽一啲精油喺個掌心度之後咧，擺落個腳掌心，跟住你亦都係停一停，等一等，等自己咧裏邊嘅能量啦。頻率啦都提高翻先，跟住我哋先至用呢一隻 harmony。咁用 harmony 嘅時候咧，咁通常咧出邊我哋都會有一啲講法咧，譬如叫做那個叫做chakra 啦，咁就係一啲能量中心啦，或者脈輪啦。咁咧個脈輪咧就處位於喺Hello Alice， 位於喺個頭頂啦，依度啦，跟住個眉中心啦，咁跟住就係依一個位置啦，跟住亦都係個心口，我就話胸與胸中間呢個位置啦，跟住咧就係去到好似胃嗰個位置，跟住就係去到肚臍，咁再落咧就係去到低啲嘅位置啦，咁就唔方便講啦，自己摸到最低啦。咁其實如果用嘅方法咧，如果用翻脈輪嘅方法咧，就由底查到上去個頂嘅。咁但係咧，我就喜歡咧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其實咁啱呢幾個能量嘅中心咧，亦都係我哋嘅線位啊 ，gland 嗰啲線位。咁我咧就因為我覺得冇乜所謂嘅，我就都係由頭做到落尾。點解咧？因為你由頭開始咧落到去咧，咁你可能會掂到下面少少嘅時候就會方便啲咯。咁就唔使話好似由頭再摸翻落去自己度。咁其實依一個 up to 你啦。咁其實依幾個 point 咧都係一個佢哋都叫做 energy center 啦。咁就係會增加個和諧一啲集結嘅位置，咁亦都係咁啱係我哋嘅線位，咁亦都係一啲重要處理重要嘅唔同部功能啊部分嘅位置，咁所以呢個 harmony 咧就係一個平衡翻你各樣嘅大家自己嘅功能啦，平衡翻去啦，令到佢可以更加和諧咁樣幫你嘅身體做嘢啦。好啦，咁我哋講到第三支啦，因為我想 keep 個 video short 啊，咁所以咧我哋就講快啲啦。咁第三支就 forgiveness 啦。咁 forgiveness 裏邊咧就有啲咩精油呢？入邊咧就有 Melissa 係一支好貴嘅精油嚟嘅。咁 Melissa 其實呢支精淨係一支 Melissa 精油都已經有多故事講。不過我哋唔講細故事啦，我哋講翻大朗先啦。Melissa 啦 ，Geranium 啦 ，Frankincense 亦都有 Rosewood， 有 Sandalwood 檀香，亦都有 Angelica Lavender Lemon。Jasmine, Roman Chamomile, Bergamot, Ylang Ylang, Ylang Ylang, Palmarosa， 還有辣膏 Heliochrysum 同埋 Rose 都有玫瑰嘅。咁呢一支精油咧，我哋 believe 咧，佢係一支係能夠非常提高你個能量嘅。提高到一點係咩點咧？提高到一個地步，你可以有能力去原諒一啲嘢，並且忘記一啲嘢。Hello Iris， 並且是去放手一些東西。那我相信呢，一個人可能理性上有很多時候會知道啊， 我需要 move on 的，我理性上知道我要原諒他的，我理性上知道我要這樣，但是實質上你做不做得到呢？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會 believe 呢，你真的有一個 Hello Zoe， 你是真的要有一個能力的能量的，這個能量就是去到有一個能量的時候你就能夠做得到，不是說就是我想原諒他但我原諒不到咯，又或者我想忘記但忘記不到咯。那我相信這支精油是真的會提高我們的能量，令到我們去到一點是能夠原諒到這件事，無論是事或者人或者是一些過去，甚至乎我們要原諒了才可以忘記它，不是說只是忘記它，那些就是一個 bury 抑壓來的。那我剛好呢分享一下就是看一本書啦，那就是這本書呢就是一個叫做 Feelings Buried Alive Never Die。 那即是其實當你是將一些過去一些
記憶嘅嘢咧，或者負面嘅嘢咧，你諗住埋咗去劈埋一邊，或者將時間慢慢忘記佢咧，其實係唔得嘅，唔 work 嘅，係你冇處理到佢咧，你只會係埋沒咗，但係佢唔會 never die 嘅 ，never 即係唔會真係死咗，即係唔會真係冇咗。只不過是抑壓了他咯，所以我們到最後呢，我們真的要拿回件事去看他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是需要原諒了他，或者去饒恕了他咯，或者這件是不幸的事發生了在我身上，為什麼是我啊 ？Why me？ 這樣我們要饒恕，我們要原諒，為什麼發生在我們身上，不是發生，為什麼不是發生在他，不是發生在他。所以這支精油是可以幫我們去到一個能量高到一個點，是可以去原諒去饒恕，那我們就可以忘記了，忘記和去 let go 放手，跟住我們就可以 move on， 跟住我們可以繼續我們的人生。那怎樣查的呢？那我們就會查在肚臍的，我就會加一兩滴啦，跟住我就捽捽，跟住我就查在個肚臍順時針啦。那查完在個肚臍之後呢，那有些係咯，亦都有些人會話查在胸腺位啦。那我依一度係啦，都是查肚臍的，那都係我哋都係查肚臍。咁啊，捽完之後查肚臍。咁通常我做呢個 free kit 咧，我永遠查完一個，查完之後咧，我都會捽一捽隻手，跟住我會用吸入嘅方式吸入。因為點解咧？吸入嘅方式咧係即刻可以刺激到我哋嘅邊緣系統啦。咁呢一度我可以稍後可以再講少少啦。如果時間夠的話，如果唔係我喺我講座都有講嘅。咁我哋捽入捽咗佢，即係查完之後捽一捽隻手，跟住用呼吸嘅方法吸入，咁係可以刺激到，因為香味啦，芳香嘅分子可以即刻刺激到我哋嘅杏仁核啦，杏仁核亦都可以即刻影響到我哋嘅情緒啊、情感啦，甚至乎係聯繫住個記憶嘅系統啦，係啦。好啦，咁我哋下一支咧就講下咧就係 release 啦。咁 release 呢支精油咧係一支都我覺得係都幾香嘅。咁有啲人都會喜歡單用佢喎。我有聽過好多人都會即係未用過 Fusion Kit 之前咧都有試過單用 release。咁呢支精油亦都幾抵用嘅。咁依蘭依蘭啦 ，Lavendin 係啦 ，Lavendin 啊嚇，唔係 Lavender。咁就係 Geranium 同埋 Sandalwood 都有檀香㗎。咁依幾支油咧都唔係平嘅，不過依支油就的而且確又唔貴咯，賣得百幾蚊一支5ml， 百幾蚊，我覺得都真係好正啦。淨係買佢個 Sandalwood 同埋係咯，都幾好。咁好咁講翻依支油咧個 release 咧，其實佢係咧我哋點樣用嘅咧？我哋係將佢亦都係啦，搽咗幾滴，跟住咧就捽捽，跟住我哋就喺我哋肝，知唔知肝臟喺邊啊？肝臟就係喺個右邊嘅胸下邊依個位。咁係啦，我唔知道個鏡頭會唔會調翻轉啦嚇。咁總之係右邊，係啦，依個係我右邊嘅下邊啦。咁跟住咧就依一支精油有咩作用咧？依支精油係可以咧幫我哋儲存咗一啲，譬如我哋一啲負面情緒啦、負面記憶啦，總之所有譬如憤怒啊、憎恨，你知唔知嬲人啊、憎人啊，你其實都係傷緊自己個心嘅。咁依啲嘅情緒咧，其實佢都會儲存喺你個肝臟嘅細胞裏邊嘅。咁依個 release 咧，其實係可以幫你 remove 咗依啲嘅細胞有害的負面的不好的細胞，所以呢有些人呢就用這支精油呢就盡量符合，即配合喝多一些水啦，因為水就可以即刻幫你進行排毒啦，所以你可以一邊用它或者用完它之後呢可以喝少少水。好，跟住呢有一支，這支是我 one of the favorite 啦，這支就叫做 present time 啦。 present time 裡面有些什麼成分呢？就是有橙花 Neroli 是非常之貴的一支精油啦，亦都有 Spruce， 亦都有 Ylang-Ylang 依蘭依蘭。咁依支精油我點樣用嘅咧？我就好中意當佢好似香水咁用嘅。咁我就擺佢喺手掌心啦。咁我就可能我會將佢變咗好似香水，就搽俾人耳背、手臂內側依啲位置，都係我會當佢香水咁搽嘅方法啦，亦都可以咧就搽胸腺位嘅。咁胸腺位就係睇下先，係啦，咁就搽胸腺位啦。咁搽完之後一樣個動作都係我哋用呼吸嘅方法吸入，咁就係幫我哋刺激邊緣系統。咁呢支精油有啲乜嘢正嘅咧？就係呢支精油咧係俾即係我覺得係俾到我哋一個力量咧係。
望翻與時並進，即係落翻嚟。有啲人咧可能好沉醉翻喺以前嗰啲輝煌成就啊，自己啊，我以前幾咁巴閉啊，我以前點啊，我以前即係覺得佢好 proud of 好威水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好喜歡咧沉痛喺以往嘅經歷，哇！即係成日都不停咁提住自己以前有幾慘啊，以前啲苦日子點過啊，或者以前有幾乜嘢發生過嘅經歷啊。咁其實呢啲嘢咧都會不停咁樣影響緊你今日依家。每一個現在，每一個現在式嘅，咁好多時候可能你每依一刻每一下嘅決定，你都會俾以往嘅歷史啊，或者以往嘅嘢咧，係影響緊你依家。咁所以我覺得呢支精油咧，係可以幫我哋咧，將我哋嘅時空咧擺翻去依家，即係將以往嗰啲 past 過去咗就過去啦。我哋就算以往幾咁威水，你依家都要努力，係咪？咁以往就算幾咁沉痛，你依家都唔代表你以將來冇幸福噶嘛，係咪？咁我哋可以放眼翻喺依家，因為只有係今日，我哋今日做嘅嘢係影響緊我哋嘅明天。我哋依家做緊嘅嘢係活，即係for我哋嘅將來，係我哋嘅 future 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好需要將個時空，即係以往嗰啲都真係擺低啦，將佢擺翻擺翻係現在式，即係我哋今日，我哋今日嘅決定，我哋今日嘅做法，我哋今日珍唔珍惜？咁好多時啲人就係可能成日回顧過去，又唔識得珍惜眼前啦。咁可能我就會鼓勵大家其實都我哋有現在都有好多嘢係值得珍惜，眼前有好多嘢係值得去俾 attention 嘅喎。咁依個係可以幫助我哋去翻。咁當我哋將個視線啊各樣嘢放翻喺依家時候咧，我真係覺得係幫到我哋活出一個更加充實、更加正嘅生活咯。依一個就係係啦，有一個與時並進嘅活在當下。咁啊，到最後依支 Inner Child 啦 ，Inner Child 咧，咁係啦 ，Inner Child 入邊就有 Orange 啦、香橙 Tangerine。Tangerine 就好似啲金，佢金嗰啲類別啦 ，Jasmine 啦，亦都有 Ylang-ylang Spruce 啦 ，Sandalwood 檀香 ，Lemongrass、Neroli 亦都有橙花嘅。咁呢支精油咧，大部分人咧都會覺得係好香好正嘅。咁我哋點搽嘅咧？通常我哋會搽翻喺即係都係擺一滴啦。咁我就都會捽一捽佢，跟住我哋都係搽喺個鼻下邊啦。咁亦都可以搽埋喺個肚臍度嘅。咁通常就擦完個鼻下邊，咁我哋就可以聞或者擦埋，順便擦埋個肚臍啦。咁亦都係啦，搓熱隻手之後就用吸入嘅方法吸入，每一支都係咁。除咗 Vala 啦 ，Vala 我哋就擺喺膊頭同埋擺喺個腳度係做平衡啦。咁依支精油有咩作用咧？依支精油係可以幫助我哋刺激翻我哋個兒時嘅童年嘅記憶嘅兒時嘅記憶，咁有好多時咧，我哋細個嘅童年其實好影響緊我哋依家嘅喎。咁尤其是如果以前細個嘅時候有一啲創傷啦，有一啲情緒嘅問題啦，其實咧係依啲嘅所有嘅負面嘅嘢都會令到我哋同我哋內裏邊嘅自己咧係會斷咗連結啊。咁如果我哋斷咗連結嘅話咧，都會影響咗我哋好多嘢，即係我哋會。很多嘢都好似迷失咗，咁其實依一個好好咧，就係依一個 inner child 咧，係可以幫我哋同我哋裏邊嘅自己建立翻個聯繫咧，令到我哋可以喺個情緒度攞到真正嘅平衡，同埋知道自己係即係好踏實嘅，亦都知道自己係唔係迷失，係發生緊咩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尤其係一啲如果細個嘅時候係可能覺得被忽略啊，或者係被一啲情感嘅傷害，或者係好 common 啦，可能可能細個童年有啲嘢發生唔咁開心啊，或者被人或者係被覺得忽略啊，甚至乎係有一啲傷痛啊嗰啲嘢咧，咁可以都可以獨立買去翻嚟，咁多啲去幫自己做，係啦，咁其實我平時怎樣用的呢？我平時呢就有兩種方法用的，一種方法呢就是朝早用，朝早用的時候呢就會令到我覺得那天呢就充滿著正能量，很 energetic 和很有行動力，
因為當有陣時咧，原來我哋好延遲啲嘢，唔想做，唉，好似冇乜心機做，冇行動力咧，係因為我哋唔夠正面，唔夠呢個 energy， 唔夠能量咯。咁我做完之後，我覺得我自己係會，即係如果朝頭早做嘅話，我覺得我自己係會充滿住好大嘅正能量啦，好有行動力啦，好多嘢想做而又會做到啦。咁當然咧，唔係朝朝早都有依個時間俾自己去做噶嘛。咁我就多數咧就其實中意夜晚做嘅，因為夜晚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成日落嚟都好疲倦啦，好疲累啦。咁就夜晚做嘅時候會幫到我咧，我覺得做完之後我係會覺得我好好瞓咯。同埋個深睡嘅睡眠質素係好好。咁咧通常因為你會 feel 到咧，如果夜晚做完之後，你第二朝早起身嘅時候，你係會感覺到好。好精神充沛啊，即係好有力量啊，同埋好有幸福嘅感覺嘅，係啦。咁可能係因為心靈裏面得到一啲釋放啊、處理啊、情緒又好啊、瞓得好啦、啊。咁第二朝早起身咧就靈射活力充滿咯、啊。咁所以有我亦都有試過啲朋友同我講，佢有長期患失眠嘅。咁佢話佢咧。用過很多方法啦，用過很多精油，食個 supplement 啦，都好似唔係好得。咁佢就同我講，唯獨是咧，就依一個咧就幫到佢。佢話用咗之後，佢就好好瞓啦。咁我都好開心啦，聽到佢即幫助到佢啦。咁咁我分享一下點解我咁中意依一套 feeling kit 啦。咁其實係有原因嘅，因為咧我自己曾經咧都係即如果大家即我都有介紹過我自己啦，咁我小朋友都有一啲SEN 嘅情況，咁其實我一直都有好多情緒係因為我小朋友，而我以往都係一個全職媽咪啦，我就放好多好多心機同時間係俾佢嘅時候，但係因為就係咁嘅緣故，我就更加好似100%佔據咗我個心理即情佔據咗我個情緒同埋我個世界啊，咁我會更加放得好重。咁我發現咗我自己情緒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好，或者都好好上好落啊，好 moody 嘅。咁我以往就認為自己係一個好有藝術氣質咁啦，藝術家脾氣啦，所以就比較 moody 一啲啦，愁善感重一啲啦。咁其實原來係。是方言嚟嘅，係唔係你可以咁樣樣去美化自己嘅不穩定情緒嘅，但係對於自己健康並不是好事。咁我發現咗咧你身體健康咧應該咁講，我發現咗咧你情緒健康咧，大部分人都會身體健康嘅。但係如果你身體健康咧，又唔等於你情緒健康嘅喎。咁所以我哋真係要 pay attention， 即係要俾一啲。少少嘅心去幫自己啦，係去維持自己嘅情緒健康嘅。咁其實呢個情緒管理咧，我都同大家喺我嘅班裏邊分享過。情緒管理咧係真係要需要認知啦，跟住你先至即係 recognize 佢，你跟住先至知道點樣去 resolve， 跟住你先至點樣去即件事就係一 step 一 step， 你冇得揾一啲嘢冚住佢，冇得。找一些藉口、借口是這樣是不健康的。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用它呢？就是因為我覺得它是幫到我很大。那我自從用了它之後呢，我覺得我自己變得非常之即正面了、積極了，還有情緒沒那麼大起大落。那我覺得這件事很幫到我日常生活，因為當我情緒不健康，唔通你可以 expect 你個小朋友跟住你，你會好好快樂、好健康咩？咁你就唔好話佢好 moody， 你唔好話佢好你唔好話佢好唔穩定啦。因為你自己都唔穩定嘅話，咁你唔可以 expect 佢都好穩定啦。咁我其實咧當我接觸依一套 feeling kit 咧，我好大個感動係咩咧？係因為 Gary 咧去。formula 依一套嘢嘅時候咧，佢有一個 statement 嘅，個 statement 咧佢就係話消極嘅經驗咧，同埋個想法咧係 master 曬喺我哋個大腦裏邊，即係記錄曬。咁我一間都可以講，我再分享少少關於記憶嗰部分。咁係鎖定咗喺我哋生活裏邊嘅記憶裏邊咯。咁所以依啲記憶咧係即係個程度係由淺到嚴重咁影響緊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咁亦都咧係對我哋嘅健康同幸福有好深遠嘅影響。咁所以如果有陣時我哋想成為我哋想成為嘅人咧，我哋必須要消除咗依啲負面嘅事情
事情啦、負面嘅情緒啦，調整翻我哋嘅思想啦，係令到我哋有一個正面嘅積極嘅想法咧，先即係為即係先至係可以成為我哋想成為我哋自己想成為嘅人。咁所以我覺得我深深咁去，即係我用完呢一套嘢之後，我真係深深感受到佢依個 statement 係 true， 係 really really true。咁因為我就係、自己感受到，我真係好多時我好想我，哎呀好想我咁，但係又失敗。我好想我可以控制一下自己咁，但係又失敗。咁當你做失敗得多之後，你就氣餒啦，氣餒就會就話，我係咁嘅，咁就開始就否決啦，即係唔肯改兼格，仲要好野蠻地話我係咁嘅，咁跟住就將件事唔解決，咁依樣嘢唔係一個好嘅榜樣俾兒女，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原來依樣嘢情緒依一個 thinking 好幫到我，咁跟住我就再去進而街咧，就再去研究一下依啲情緒啦。咁我發現咗咧有幾樣嘢想今日同大家分享，就係、是、咧原來咧記憶嘅情緒咧係個創傷係不停咁影響緊，唔係我哋淨係開心唔開心 ，mood 唔 moody 咁簡單，原來係影響我哋個免疫系統、神經肌肉系統同埋內分泌系統嘅。咁影即係依個係個身體嘅機能啦，所以點解啲人話個情緒唔好會有病？其實好多嘅病都係因為個情緒而起嘅，咁所以係好真啦。如果你想你自己健康嘅話，唔該你咧，唔好諗住話我傷風感冒搽咩油，或者我乜嘢就搽咩油，而係你真係每一日你都要好好咁樣管理同埋 monitor 你點樣幫你 support 你自己個情緒要健康，因為當你情緒健康咧，你啲病痛就會自然少噶啦。咁輕質啦，咁就影響你個身體健康啦、免疫系統嗰啲系統啦。長遠嚟講係影響緊咩咧？影響你個思維啊，同埋影響你每一個決定。你都知道有陣時我哋嘅人生係充滿住決定啦。其實係 life is about decision making， 係每一個決定都係會影響緊你下你嘅人生嘅幸福噶。咁有好多時就係可能係一個衝動啦，或者一個即係唔理智啦嘅決定咧，就會做錯咗之後，你要花好多好多時間去補救，或者甚至乎補救唔到啦。咁所以我覺得依一個都好重要咯，對於一個人嘅幸福啦，一個人生啦，其實我哋個思維同埋我哋每一個決定都好緊要。咁如果當我哋情緒係穩定嘅話咧，其實真係會幫到我哋好多啦。咁哇！我冇電添。OK， 好。咁跟住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咧已經咧好多科學係證據啦，就話依一個情緒係可以俾芳香嘅分子或者芳香咧香味咧係可以幫助係去釋放嘅。咁點樣釋放咧？就係、是、你菌即係你個情感束縛啊、潛藏啊、抑壓嘅記憶情緒咧，就係、是、可以喺透過咁樣嘅方法去釋放出嚟。咁而第三啦，就係精油可以提高腦嘅血含氧量。咁我覺得我就通常中意一個禮拜用兩次到嘅。咁咧，你其實依個係你嘅選擇咯，即係你可能覺得一個禮拜用一次得，兩次又得，咁你又再用密啲都得，或者有啲特別情況啦，例如月即係每個月嘅週期咧，可能會比較容易 up down 嗰啲咧，你都可以再用多一兩次去 support 自己啦。好啦，咁我講喺依度可以邊度買啦？好正，我哋香港有得賣。香港得賣你就唔使話又要美國貨定咩啦。咁美國香港得賣就個售價係1815蚊。咁我今日嘅分享咧去到依度啦，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分享咗好耐啦，唔好意思 keep 咗你咁耐。咁咧希望咧你喜歡我今日嘅八十日茶壺世界啦，我係 Phoebe Ng， 咁就多謝大家觀看。如果你哋都中意我分享嘅話咧，就俾個 like 我啦，多謝曬，拜拜。